寻找妻子，两个女儿，妻子麻花辫，柳叶眉，高鼻梁，双眼皮。离家出走时，身穿碎花白衬衣，黑裤子。车费付一下，2块钱。我这个车是白坐的。你在巴黎还好吗？所以你说我是山，你说我是山东强。你跟我闭嘴！那我等等都不讲话。瞎说不？Where you from？ 啊啊 ！I from 美国 ，America， 美国，我是美国钢铁大王的儿子。你是美国的？那个场面，对，是美国粤语，没有，我冇所谓嘅，没有，死人头。你看看那位老师呢？唱歌同死人头，佢猫仔同个死人头唱歌。欢迎大家收看，又是迎来最凄凉的年华会。一个主持人，一个观众，这里是台湾土唐人街，萨瓦迪卡，闭麦。越来越重了，河南口音。哇，我的天！啊，行情这么严哦。我知道你的病，然后但是我的意思，但是他死了，郑导游已经答应了，真答应啊？你这么说就太过分了吧？咋回事？怎么了这是？易中天来了！我不是在一年前请你吃过一次麦当劳吗？那个刘老板的，每天早晨吃八碗的，吃米粉难道不是为你花钱吗？你说我不为你花钱呢？这个日子没得办法过呀！你再这么说，鬼可云。什么乌云？给老子过来！哇塞，问这么无聊，你看叫这个名字能是什么好东西？算了，姓萨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就是嘛。原谅我这样三百几分钟爱自由。This is 套路。